这个乐团很特别，去名无字乐团时常进行公益演唱。团员之一弹电子琴的连俊贤牺牲多年，还曾经中风，即使右手灵活度不够，同样凭自己的努力考取街头艺人证照。我有在克服，我就是老师一手一手教，那我就一手，那我一手可能就是利用几天或者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把它学起来。加倍努力克服困难，跟志同道合的朋友合组乐团，即使身体有残缺，不向命运屈服。像我们有些人也是都跟我一样，当然是很困苦，虽然是团员，但是也是我的老师，他都常来教导我。我在网络上有看到很多残障朋友，即使是都没有尖尖的骨头也是可以弹的，我看到网络用鼻子弹的也有，所以说我相当的鼓励他了，要给他，我就是要给他的信心这样子，终于有效果了。透过音乐散播欢乐，乐团时常到安养院关怀长辈。我们的初心就是说无私的奉献，带给着大家欢乐的，我们就献自己我们团里微薄的力量，带给这个社会啊更多的温暖。此际陪伴三年多，连俊贤学习志工付出精神，每天都会发好愿，对，都会存个那个竹筒等到满的很快就满了就拿给我说，那他要回馈他就把尽他自己的所能，也是这样子在付出。我看到他们，我第五就很开心很高兴的，他们也常鼓励我师兄师姐他们都是正能量不放弃自我，勇敢突破困境，用音乐走出自己的路。